发送开播提醒。晚上好，没化妆，还没有化妆哦。还没有化妆。没啦，我电脑看弹幕啊。用电脑看弹幕。哇，你看我的卧蚕好大，我的卧蚕好大哟，我的卧蚕好大哟，欢迎小柱子。对，我还有黑眼圈。对了，我今天要打几次小黑鱼的广告，换你们位置啊，等一下啊。我等会化妆。欢迎木西。感谢金主爸爸皮一下很开心，皮两下就上瘾的小黑鱼 APP， 为我打榜很给力，为你省钱，成为小黑鱼会员为我助力打榜，让省钱有100万个可能。双十一购物就来小黑鱼，没有套路，只有惊喜。你们可以下那个小黑鱼，然后注册会员，可以给我投票，就是有那个月底的演唱会的投票嘛。对啊，今天正好就被你遇到了。我自己也注册了一个小黑鱼的会员，然后在上面买电影票打5折，还挺便宜的。来化妆了，我给你们看我的画。给你们看我的画儿，给你们看我的画儿。嚯！谢谢小八的子爵。那我先化妆吧，还是？先化妆吧。我今天下午的时候画了好久的画，
哦，看，哦，看到这个画木有？但是这个地方就不好涂，他这个头发不好涂，然后其他地方都已经画完了，这个地方还有他脸上这些，还有他的衬衣啊什么的，就是中间的这一块不好涂。我的那个毛笔呢？哎，我毛笔去哪里了？看不清啊！瞎了你瞎了吗？哇，这里好黑啊，这里的灯。欢迎绵羊。看见没？就是它有的地方它是就是画的白色的嘛，然后就不好涂色啊什么的。我还没有化妆呢。哒哒哩哒哒哒，肯定是我自己画的呀，肯定是我自己画的呀。Hello，泡芙，你说我要不要现在画完？算了，我还没有化妆呢，还是先画自己吧。主要有小胡子吗？我主要有胡子吗？我的剃须刀呢？对不起，让你们知道我是个男人。就感觉我的胡子虚好明显啊，我的胡须太明显了。要去小河鱼上面买一个飞科剃须刀。这男的刮腿毛的，你夸张了，你这黑的很过分呢。这男的刮腿毛的，这就很过分啦。我腿上没有毛，好不好？原来是兄弟。哎呦，眼睛好肿啊，去了。谢谢若琪跟赞喽。博朗的好用吗？我就知道飞科剃须刀，博朗的好用啊，下次去试一下。哒哒噔噔噔噔。夜绵羊的鱼丸，松下的好用吗？给我推荐一个便宜一点的，就不要超过100块钱的那种，好用一点的，超过100就不要推荐给我了。推荐100的就不要推荐给我了。没有啊，因为以前就是我爸爸他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个剃须刀送给他做生日礼物，然后当时我就买了飞科的，然后我就问他好不好用，他说很好用啊。我记得那个是我那时候就是刚工作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买那个剃须刀1000多块钱，我觉得好贵啊。然后我爸爸说特别好用，用到现在都没换，都已经用了快3年了。
一般一下可能只能买手动剃须刀，是不是？哎，我的眼线笔呢？我眼线笔呢？是真的很好用呀，我感觉它剃的好像就是那种很利索的感觉，不是打广告好吗？我跟你们在直播间推荐的都是亲身自己亲身有去用过或者是体验过的我才会说。卷起袖子，我这边用剃须刀，因为我这里有络腮胡。晚上好，我拿镜子画。买了一个镜子，好了没啊？不是很冷啊，今天没有昨天冷。昨天我都是穿毛衣直播的，我今天你看到了吧？我今天穿的。我今天穿的是，就穿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长袖加一个短裤，没有穿毛衣今天，所以说明今天不是特别冷。今天没有昨天冷，昨天真的很冷很冷，昨天特别冷，昨天好冷的。而且我今天都没有开空调，哎呀，我的眼屎哦，我都粘到我的睫毛上了，天哪，哎呦，好疼啊，怎么办呢？然后一头眼屎粘到我的睫毛上了，弄掉了。上好，对啊，居然有岩石，太可怕了！我这个小仙女居然有岩石，什么？我有岩石这种东西？我画好了没有啊？我都不知道我画好了没。谢谢棒棒哒，胸吗？那是真的没有，我穿过那种低胸的那种裙子啊，很明显没有胸毛呀，我又不是猿人泰山。哒哒哒哒哒哒。对，我下午睡了一会儿午觉的。
个就是像那种笔一样的，里面有墨水的那种，因为就是如果没有墨水就不能画眼线了。对啊，就是墨水啊，就男生就很好奇为什么眼线笔里面还要有墨水啊，确实有墨水。怎么啦？秃头还不能直播呀？你看哪个主播不秃的？都很秃，好不好？不是我一个人秃，大家都很秃，不能显得个与众不同，所以我要秃一秃，秃着玩一玩啊，以后自己会长回来的头发。我一个人秃，大家都很秃。中笔，一开始我化妆的时候，我都不敢画，我觉得很恐怖，就这个笔画着，就是感觉会戳到我眼珠的感觉。后来发现啊，哇，每次照镜子就觉得哇，小仙女。我每次画卧蚕，你们都说我就说是眼袋，就感觉你们直男癌。这明明就是卧蚕，你们非要说是眼袋，非要说是眼袋。魔镜魔镜，世界上谁最美丽？你如果不说我最美，我就把你砸了。赶紧说我美。我眼睫毛没，哪里是画皮了？我直播化妆是尊重你们，好不好？拿电影线镜吧，还要戴个隐形眼镜，不然我看不见呀，瞎子呀。男人化妆，有男生化妆，有男生就是化，但是男生他化妆应该不会化这么夸张，他可能就是画一下眉毛啊什么的。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吧，只画眉毛还是可以的。哪里很臭美了？哎，
不戴隐形镜什么都看不见。哎呦，哎，这个疤就没了，掉了，看到没？我的疤已经掉啦，疤掉了，疤掉了。为什么我戴白色的帽子，然后灯就突然，灯就突然就没了？是不是因为太白了的原因？怎么突然就感觉光线就暗了呢？哎，阿姨真年轻，确认过眼神，你就是对的人。加入小黑鱼黑金会员，为我助力打榜。双十一就上想，咦，你们双十一你们买什么东西啊？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准备双十一时候买个加湿器，买个加湿器。哎呀！我都起不来了。对啊，我要买加湿器，因为感觉家里太干了，就是我直播的时候开空调特别干。把我的隐形眼镜弄掉了，放这里吧，先碰着。看不见，是不是很恐怖？我肯定要用棍子啊！不用棍子，我用手的话，我手上面都是脏的。不好，这个戴久了之后眼睛是缺氧那种。
哇哦！哇，舒服了！突然感觉看你们看得好清楚呀。对，戴着眼珠会变大，你看。戴着眼珠会变大一点。眼珠子会变大一点，会看起来就是视觉上好像变大，其实眼睛没有变大，只是因为眼珠变大了，只是因为眼珠子变大了。没有啊，我的就是我近视的度数也就300度多一点，但是我有散光，知道吧？我就是主要有散光，所以就看不清楚。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我有散光。太吓人了。我以后不直播，我一定不戴隐形眼镜，也不会搞这种眼药水啊什么东西的。对啊。因为很恐怖呀，戴隐形可以滴啊，这个是可以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可以滴这个眼药水吧？这个眼药水我一直都是戴着隐形眼镜滴的，哎，就是滴了之后没有觉得，我觉得很舒服啊，为什么？我怎么感觉戴着隐形眼镜滴这个眼药水特别舒服呀？反正我感觉有依赖性，就是我现在不滴这个就不舒服，我现在不滴就觉得很不舒服。我就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很用功的那种学生，然后成绩又太好了，然后就为了让就父母骄傲啊，然后老师表扬，所以就读书就用了特别多的精力，然后就。然后就近视了，倒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就是因为读书的时候太用功了，然后成绩就是太优秀了，知道吧？成绩太优秀了，太优秀了就不好呀。花了几个月是吧？我感觉我就现在就摆脱不了这个。就是我现在不用的话，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就很难受。陈独秀，人家不信我呢。你说这个真的好神奇啊，你知道吗？就这个梳子，你看，它就是这样子关着的时候，它这样关着的时候，你知道吗？它是一个就是那种一个盒子，然后
然后你把它打开，发现咦，有个镜子，是不是有镜子？然后你再把它翻，把这边就是你看，翻过去，就是一个梳子。我没有让你买嘛，就是我就意思说，这我，这是我买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里面的赠品啊，觉得好神奇啊！为什么？我当时打开想，哎，这个能干什么呀？这也不能放钱啊什么的。然后后来一看这个地方，哎，怎么感觉这里怎么有点像玩具？我就把它弄出来，发现哇，居然是个梳子，你知道吗？小河鱼们，对啊，这小河鱼上面买了一个。买了一个就是那种化妆镜啊，然后里面送一个这个，这就好神奇啊！这个为什么里面有一个这种，有一个这个？喵喵的粉丝荧光图好像没有加，这个比较适合女孩子用，购物广告。我这边摘头发，感觉头发好那个什么。也能不碰，这里是什么呀？他们这里是红红的，这里是被咬了。啊！为什么我这里有血呀？我刚刚用什么碰到了吗？这里怎么有血啊？我刚刚用什么刮到我这里了？我都不记得了。怎么这么大两条血印子？我什么刮的？我都不记得我用什么刮的，应该不是这个梳子吧？是什么呀？我拿什么时候把我脸刮到了？我怎么才破相了好了，怎么又破相了？我怎么这样子？为什么我又破相了？好过分啊，又破相了。哦，对对对对，我用那个刮胡刀，嘿，我不用，再也不用眉刀刮胡子了。我用那个眉笔的那个，用刮眉毛的那个刮胡子，然后就刮破了。天哪，疼死我了！我现在才感觉到疼，好疼啊，这里。好疼呀！我用的不是剃须刀，用的是眉刀，能成这样子。然后把你的皮都刮掉了，看到没？网易云 ID 是木易 CC。完了，这又得半个月才好，好痛苦。网易云 ID 叫木易 CC 啊，跟我名字是一样的，或者搜陈木易也可以。应该是木易 CC 吧，陈木易好像是我出那个单曲的时候，然后腾讯站的 ID 叫做陈木易。这棒棒糖，打肿了能止疼，真的假的？晚上好呀。晚上好。对，林志颖带的小黑鱼，是的，我之前下的时候也发现了。
飘飘拳，这样子打吗？呼！哇，谢谢小八的两个火箭，我想把我的画儿，这地方是不是反光啊？怎么感觉你们看不见我的画儿？能看到我的画吗？是反光呀。我怎么这个地方怎么反光啊？这个画儿，你们感觉这个地方你看得见吗？反的什么光啊？怎么这样子？好像这个画反光哎，是我家里太亮了吗？看不见这个画的颜色，你们看得见这个画吗？你们看得见画吗？喂，我反光，我反什么光？对啊，就是画啊。看不到吧，我感觉反光啊。看得到，这样子也看得到，放了这样子看得到吧。画家，我是小画家，我要拿一下我的毛笔。好厉害，掉头发好严重，哒哒哒哒哒哒，哦，我脸上好疼啊，我以后再也不用那个剃须刀了，不用那个刮眉刀了，得画自己，嘻嘻哈哈哈哈，画自己。哇，我自己有没有比我更自恋的？我要画自己，你知道吗？画我自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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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腿，这熊腿很长，对不对？因为这个熊很大呀。很大，我脸上好疼啊，怎么办呀？我脸上特别疼，感觉像被人打了一样的。这鼻子要洗一下，怎么那么脏啊？哎呀，这个鼻太脏了。木瓜膏啊，我要拿纸擦呀，我的涂的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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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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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觉我脸上应该会画的有点丑，因为不好画。脸上应该画的有点丑，丑丑的。我就画画完了，我就抽奖送给你们。抽奖送给你们，这个画画了好多天了，这是今天是第四天还是第三天？我忘记了。这画画了好多天了，感觉画崩溃了。挥笔之下，哦。是不是艺术家？小小艺术家。画画主播。我先改个标题，今天是画画主播。哎呦，我以后如果不直播了，我就去教别人画画算了，去教别人画油彩画，然后开个小画室。我觉得这个主意还挺不错的，我就开个小画室去。怎么样？有那种就是开一个画室，然后你进来画一天，然后付100多块钱那种。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的，每天教一下学生画画。万一被那个画画过来的那种很优秀的学生看上了嘞，嘿嘿嘿嘿嘿，是不是？指不定就被哪个优秀的学生看上了。就不吵架的出去了。今天没有昨天冷，昨天比今天冷一点，因为昨天是第一天降温，然后有点不适应，所以昨天穿特别厚。今天感觉还好。应该感觉穿上长袖就可以了，因为短袖胳膊有点冷，但是我的腿好像不怎么怕冷。你感觉我的脸上画有点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画。啊！我高中本身就是学了画画的，然后。但是我家里不让我学画画，后来高三的时候没有去分到，没有去学，就往艺考那方面去，还是参加了普考。
但是我刚刚学的不是油彩画，我当时学的是国，就是那种国画一样的。哎，其实我学了好多东西，但是我每一学的东西都不精通，就是那种这学点那学点，没什么卵用啊，没有什么卵用啊。所以学东西不能像我一样，一定要精益求精，知道吧？学医，我妈觉得我学医很有前途，但是我自己不喜欢。其实学医应该是很有前途的，你可以去医院，然后你可以去医院上班，然后做那种实习医生啊，虽然有点辛苦，但是慢慢熬嘛。但是我觉得女人啊，有多少年可以慢慢的熬呢？是不是？觉得还是挺难的。想想啊，不知道哪里下笔，浅深深，深深浅浅。如果我当时要是大学毕业学医了，那我可能就嫁给一个医生了，因为你学医接触的都是医生，那我可能会嫁给一个医生，然后每天在医院约会，那也太搞笑了。一起共同跟他探讨医学学术问题，哇，那样子的日子感觉很牛批啊。对啊，少了一个伟大的，少了一个伟大的工程，去医生。由于我没有去从事医学行业，医学行业又少了一位泰斗级人物，太可惜了。所以啊，就是直播是一条不归路啊，每个要来直播的人要慎重考虑一下，你是否适合直播，你是否拥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如果你觉得你很适合直播，可以来试一试。我学什么了吗？我大学的时候学什么？局部解剖啊，面部解剖啊，然后中药啊，中剂啊，制药啊，中西医临床啊，然后还有推拿学啊，针灸学啊，特别难的，你们看一眼都会那种很烦躁，那种很枯燥的，我们的课本特别枯燥。我当时大一的时候拿了书之后，然后带回家给我妈看，我说你看，你让我学医，你看一下我学医的，看一下我学医的课本是什么样子。我妈说哇，这么可怕。我说是呀，服了，非让我学医，我都说我不爱学医了。你说我要是大学学的要是什么播音啊，或者是什么音乐啊，多好呀，正好也跟我现在工作有关。讨厌，以后我小孩子一定不会去让他学他不愿意学的。对啊，湖北中药大学，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我学校？你怎么知道我学校呀？你不会是我校友吧？你不会是我校友吧？谢谢大黄蜂的荧光棒哦。华科同志啊，华科同志，对，你学医的话要考研。说走就走的旅行，就用说省就省的小黑鱼 APP， 三折住酒店、机票、火车票，享力减。论省钱，小黑鱼会员绝不认输哦！你们可以下载小黑鱼，然后在上面注册会员，跟我投那个演唱会的票。哎，我画哪儿去了？画忘记了，画哪儿去了？今天是广告 TV 哦。
感觉这个画我还要画一个月，这太多了，这画。这画太多了，好大哦，这画比我这个画大两倍。啊，累死我了，不想画了。不是强行广告啊，是必须广告。我学画怎么以后去街上卖画呢？嗯，怎么以后去街上卖画，然后一幅画卖几百块钱，然后就，哇，你看我这个，刚刚刮胡子破，剃破了，好疼呀。这里个熊还挺好的，可以当做那种床一样的，可以靠在上面睡觉。哎，哪一晚上啊，这个好难画的，那前天下午画了一下午呢，然后才把背景画好了。几百块钱，我躺的脸好圆呐、为什么不刮胡子啊？当然要刮胡子啊，我就有胡子啊。叫我佩佩，你是王佩吗？王佩画画的王佩已经死了，现在 CC 来画画了。他们说画画没出息、啊、画画是没有出息的。我重吗熊？他觉得我很轻，脸上好疼啊！对啊，躺着脸好圆呀、啊。还有招不刮了，刚刚刮的那样都破了，疼死我了。毕加索，人家这画画都画不下去，转型了，我还跑过来画画，神经病呀！不画了，还有三分之一，这几天抽时间再画吧，画完了我就抽奖送给你们。疼死我了。脸上好疼，不画了，不画了，不画了，画烦了，今天画了一天了。人工和花椒，你看我脸上好明显、啊，气死我了。怎么这样子？如果有人给我画画像，我很感动啊！我觉得哇，他怎么对我这么好，给我画画像？怎么对我这么好啊？给我画画像来着？谢梦欣的办卡，怎么这么好给我画画像？怎么办、啊？这个刮的地方遮不住我。我是刮胡子，然后不小心刮到的，好疼啊！怎么办？贴个创可贴吧。这里好疼啊！怎么办？这个怎么激光脱毛啊？这不能吧？这个不能激光脱毛吧？我打了粉呢，还是看得见，因为很明显。晚上好啊！我已经打过粉了，还是这样子，很恐怖。不是用的剃须刀，用的是那种刮眉刀，刮完之后就这样子了，好疼呀，特别疼，疼死我了。
出血了呀，问题是出血了呀，我去拿一个创可贴过来。问题就是出血了，贴了一会儿，别人进来又问我：“哎呀，脸上怎么回事？”脸上怎么这样子了？疼死我了！哇，这个贴的也太大了吧，这啥遮不住。没有啊，这个地方很明显啊，有点疼，这贴的也太大了吧。这贴的我嘴巴都张不开，怎么唱歌啊，这也太奇怪了。哇，好疼啊，撕着。这样吧，对啊，嗯，不小心，真的是不小心。小黑运值得拥有，有点疼了，怎么办？哦，疼死爸爸了。换一个贴吧，这个太吓人了，天哪。弄破了，这是我刮胡子刮的呀，这样吧，现在好了。哒哒哒哒哒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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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M 什么？我看一下，这是个日语歌。完了，我不会读日语啊。我只知道这个歌是唱那个，你搜一个歌叫做《想变成一只猫》，然后呢，唱这个歌的那个女生的歌，懂我的意思吧？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这是他的，这是那个人的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因为这日语我听不懂。想变成猫，然后呢，点开那个歌手的那个专辑里面应该就有这个歌了，懂啦，懂了就好哟。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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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喜欢听这个歌，就是最近不小心搜到的，我觉得好好听啊。
这不是乌龟，这是什么？这是一只花吧？应该是一朵花。关掉了，这像乌龟吗？不像吧。可是不贴我会用手抓耶，怎么办呢？我脸上怎么老是破相啊？一定是上天嫉妒我的容貌，上天嫉妒我美丽的容貌，所以才让我破相。不是，前这个下巴磕了，然后好了之后，然后这里就是被蚊子叮了一个印子，然后好了，然后现在这里又破又化开了，哎，现在粉刺荧光棒，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天妒英才，你知道吗？可是我也没什么才能啊，我也就是，哎，长得比较白而已，就这样，户外这番 CC 啊，我都没播过几次户外，你说户外只看我，那不是玩呢？户外好多男主播播的还挺好看的，女生播户外不知道播啥呢，所以我还蛮佩服那个肖书杰的，我觉得她好厉害，一个女孩子可以天天播户外，但是我就很担心啊，就怕那种变态跟着我什么的，她胆子还挺大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啊。对，我主要是缺一个伴儿，我要是有朋友，就是女生的朋友跟我在一起，我肯定很愿意播户外，我肯定愿意播户外，因为播户外就是看的人多一些嘛，这也有比较好玩儿。我认识肖书杰，认识他不是也是武汉的吗？他不是也是武汉的吗？难道我记错了？他是武汉的吧？我跟着大太阳，只想为你撑伞。没见过的才行啊，嗯，户外带你们没有见过，没见过的，你们没有见过什么？我觉得户外播的内容其实都播的差不多了。如果让我去播的话，我应该也就是带你们逛逛街什么的。哦，这个粘的好丑啊！但是太丑了，还是不粘了。粘太丑了，宅女，你讨厌。难道播户外都是带妹啊？可是你们都喜欢看带妹啊，对吧？你们都喜欢看那个啊。肖素杰一直播，你们就喜欢看呀。你还说男生老是带妹直播，你们不就喜欢看带妹吗？没有带妹你们都不看的那种，不带看一眼的那种，还怪人家带妹，还不是因为你们喜欢看。好像明明有直播，怎么就没播了？黄昏有直播呀，我怎么感觉今天灯光有点不一样？你们感觉今天灯光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我开了灯的原因吗？哇，这样子好黄啊，还不如刚刚那。点上面睡觉，他的肺咳嗽。没有啊，欢欢不前两天有人说他播了吗？
下面有人播唱歌呀，当然有人，就当然有人看呀，看我考驾照。哎，这主意不错，我可以直播去驾校。噔噔噔噔噔噔。在多身旁，我让了你撑伞，又想对你，我是不是长胖了？欢迎头号歌迷哦。嗯，你们感觉我脸上变胖了没有啊？你去练车的时候是可以带手机的呀、啊、直播约会一天约一个，你把我说的好厉害哦。那这是我就感觉我脸上变肉了，胖子 C。 比昨天一天就长胖了，怎么可能啊，总可能一天就胖了，哼！一定是我睡多了。你慌乱的模样，心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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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身旁。谢谢水泡泡的棒棒糖。如果你不做一只舔狗，你将会失去所有。如果你做一只舔狗，你只是失去了你的尊严。所以你选吧。点在外面睡觉呢，谢谢小精灵鬼的办卡。点点好烦呀，点点昨天晚上把他的屎拿到那个客厅的餐厅桌子底下，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可能是因为他觉得阳台上面太冷了吧，因为他平时都在阳台那个地方上厕所的。啊，我特别生气。左边会啊，他拉到餐厅的桌子的底下，哇，好过分啊！怎么有这种狗呢？我都搞不懂为什么有这种狗，太过分了。虽然是说就是那个。阳台会有点冷啊，但是不至于吧，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很生气。嗯，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害怕失去，所以念快乐你都充满伤悲，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你和我之间的遥远永远隔着情牵，爱笑的可怜伸出右手想陪着你向前走，感受你爱我的心跳在左边，那么深深爱你的我相信你会了解。谁在说声卡？怎么还在说声卡呢？总是在埋怨过你冷漠之后，又急着说抱歉，
仿佛向疏远的你祈求一点体贴，都是我不对，结果有可能最美也最可悲。我做好了准备，也许太自由的你心里面那个家谁也不能回。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你和我之间的遥远永远隔着情节，爱笑的可怜伸出右手想陪着你向前走，感受你爱我的心跳在左边。那么深深爱你的我，相信你会了解。总有一天，你会用左手牵着我走向明天。未来很遥远，却会实现。心在动一遍，就能够听见你说的那句我爱你。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你和我之间的遥远永远隔着情节，爱笑的可怜伸出右手想陪着你向前走，感受你爱我的心跳在左边。那么深深爱你的我，相信你看得见。为什么这个这么高？谢谢若姬，谢谢点点的爸爸的鱼丸。我们感觉这样灯好像黄一些，今天灯为什么感觉比昨天的黄那么多？是我开了补光灯的原因吗？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灯好像跟昨就光线跟昨天不一样了？哦，这里开了一个灯。哒哒哒哒哒，现在嘞，还是感觉跟昨天灯还是不一样，好奇怪啊！我乐观却疲惫。没有啊，我感觉灯好像是我的顶灯开错了吗？是秦总还是多秦总？你说我吗？我应该是那种不算痴情也不算多情吧，介于两者之间的。谢谢我的 ID 好难念的特供鱼丸。我是于两者之间的。哒哒，难情怎么可能啊？怎么会难情呢？谢谢小精灵鬼的星星。怎么会难情呢？不存在的。但是我肯定不是那种特别痴情的人，因为我感觉太痴情的容易受伤。渣女是什么意思？你们认为渣女是什么样子的？我肯定不可能是渣女吧。哒哒哒哒哒哒，我是无情。那也不是，我不是无情也不是绝情的那种。结局那你长什么样子的对象啊？我觉得我应该会找那种就比较适合结婚的吧，如果我再找男朋友的话。
我讲那种比较就是比较老实的人，就是你们说嘴巴里面说的老实人。找老实人结婚，哎，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也太早了说这个，现在说这个也太奇怪了，太早了，对我来说很遥远好吗？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太遥远。屏幕前观众跟我结婚，我不信呢，谁想跟我结婚呀？对，接盘侠。传说中的接盘侠。未来很遥远，但却会实现，现在等一遍。你毕业就趁你结婚。你毕业就趁你结婚，那可能是因为你妈妈希望你先就是先成家然后再立业的那种，但是我妈就觉得我无所谓了，就是我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就是随便我那种，所以她不怎么管我谈恋爱的。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刚毕业那个时候，就好多人喜欢跟我妈介绍对象啊，介绍男生啊，那个时候我妈就会说，哎呀，什么好多人什么介绍啊什么的，要不要早点嫁人呐、啊？我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现在都已经不给我介绍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愿意那么早结婚，而且知道我就是不喜欢人家催我结婚，或是催我谈恋爱什么的。现在已经不催我了。以前也不是催我，以前就是那些阿姨好烦的，那些阿姨会跟我妈妈说那种事情。对啊，会说这种。谢谢马老师大皮燕子的点赞哦。怎么会觉得我不喜欢男生啊？怎么可能啊？你把我想的也太奇葩了。你把我想的也太奇葩了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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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没玩够，好不好？嗯，上门提亲了。嗯，得了吧，你家里有三轮车吗？有茅草屋吗？没有的话就不要想着提亲了。你有情绪从不会说，能怨自己那没做够，也许距离是鸿沟，你我却跨不过。空气突然就变得冷，你也不像从前温柔，摇摇曳曳的一盏灯在嘲笑我，或许没有你我更洒脱，只是错过的我都错过，回忆比未来难以捉摸，不如算了吧，都算了吧，有我没我都没差，都放下也没他，我们是否还会有变化？你就说散了吧，都断了吧，试探说不出口的话，我没办法，你没回答，这你好回忆再出发，这会好吗？欢迎泡芙。天气突然就变冷了，你也不像从前温柔，摇摇曳曳的一盏灯在嘲笑我，或许没有你我更洒脱，只是错过的我都错过，
回忆比未来难以捉摸。不如算了吧，就算了吧，有我没我都没差，都放下也没有他，我们是否还会有变化？你就说算了吧，都断了吧，试探说不出口的话，我没办法，你没回答，等你好回忆再出发，这回好吗？你们觉得我这里的印子好明显啊，我这个印子好明显，我刚看到泡芙进来了呀。我最近的是不是特别明显？不明显吗？我觉得特别明显啊！我不知道，还以为我被打了，啪！毁容了。留个目标，看遍大江南北的女孩子，有美颜，但是也感觉也看得出来啊。太可怕了，我就不说了，没看出来，真的没看出来还是假的。欢迎 husband， 谢富恒的荧光棒，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没有人打我，我爸妈会打我呀，小时候爸妈会打我耶，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不会，以后就算我是个男生，我也不会去动用武力，最多就是把他，就让他罚站，就不听话就罚站罚站罚站，靠墙罚站，训练他，让他长记性就好了。谢谢 Joker 有四十大的粉丝荧光棒，亲一下就跑。男孩子为什么要打啊？就是打孩子会有阴影啊。小时候什么也要打我，我觉得这不小孩子就不应该打，应该教育他，好好的跟他讲道理。或者是呢，我觉得小孩子不听话一般都是性格的原因，那你性格不好的话应该会慢慢的让他纠正啊，就把打他有什么用啊，打他就是他也不会听话呀，反而会很恨你的那种，你说呢？我觉得是这样子，不打不成器，好可怕。然后而且打人，打孩子打多容易打习惯了，不打他就不舒服，哇太恐怖了。有小孩子欠打，那这个小孩子欠打那也是小时候没有带好才会导致他的那样子，那也是家长的责任。不是有句话叫做子不教父之过吗？我觉得还是挺对的，对啊，用爱来感化他，让他知道你这样做是错的，什么你要做一个好小孩子才会让人喜欢，不然的话大家都会讨厌你，然后又没有人跟你玩。唱歌现在怎么肥瘦，我一不唱歌就会有人催我唱歌，难道是因为我唱得太好听了？以前一唱歌就让我闭嘴，变化有点快，猝不及防，是因为我在音乐区的原因吗？我看到陌生艾莉进来都会催我唱歌。你们有没有养斗鱼那个小鲨鱼啊？养那个小鲨鱼会多一些道具，然后可以打卡升级粉丝牌，这样子呢你的那个粉丝牌就升级的快一点点，就不会每天只有荧光棒那种，可以那个什么，对，可以就是分享直播间就有小鲨鱼了。出去逛个滚，气死我了，怎么养啊？
就是分享直播间，然后就又下下去了。然后你每天签个到，好像就可以就有道具了，要更新之后就行了。一集都没有啊，每天记得签到，然后打卡的话应该就会有了。你们更新一下就有了，就可以养小鲨鱼了。走吧，记不记得？告诉你们的哟。什么？为什么我唱歌的时候就出去玩啊？太过分了！点点怎么不见了？点点睡觉去了。他让我很生气。今天一天我就给他下午的时候放出来吃了东西，然后就一直没理他。这狗太过分了。哎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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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太过分了。嗯，唱太感人不敢听。你信不信我把你封了？你再给我说再说这种屁话。作为音乐主播你居然这么说。那什么歌？点出去，你更新了手机没？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天上
谢粉丝荧光棒。惊鸿一面，这个是步步惊心的歌。整容医生，难道是你给我动的刀子？业余玩喽，你们想听什么歌呀？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小喝鱼 APP 的广告。感谢金主爸爸小喝鱼 APP 成为黑金会员，为我助力打靶。打火不是火车票，每张立减10元，不设限，一年365天，天天省钱。火车票？咦，我之前看到有一个不是说飞机票吗？哦，是一起的。Yes， 五折，什么来着？五折，看电影3折住酒店，8折充话费。就在你身上会疯掉，完美的受不了。谢粉丝荧光棒。如果你不是给我动了刀子呢，就不要在这里说废话好吗？你看过我妈妈照片吗？看过我小时候照片吗？我小时候就长这样子。说人家有问题，你这是看整容的女生看多了吧？谢谢若姬，等会10点也要提醒我一下，是吧？9:43，这声卡不是很贵，这声卡，这个话筒很贵，声卡不是很贵。欢迎 husband。声卡不贵，话筒贵。我真的戒不掉你的味道，谁让我承认了你的骄傲。我不要做你的老，我要做你的猫，为你舔着伤口舔你的心跳。声卡没有，声卡没有那个，声卡不一般都不是特别贵，除非你是去买那种进口的。这个话筒很贵，声卡不贵。找你就不送的，哒哒哒哒。谢谢荧光棒，你画我猜。你要我猜，我下次玩吧，因为我今天这个就是这个画板的这个笔被我摔坏了。我还要重新买，就是那个之前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买的那种，就是环保的那种画板，不是那种纸啊什么的。以前是用的那种纸画的，然后我把纸用了之后，我觉得好浪费啊，就买了一个可以擦的那种画板，专门玩你画我猜。你感冒了，泡芙，是不是因为天气太冷了？是不是因为天气冷的原因感冒了？你要喝点药啊，喝点其他的药。脸上好疼啊。走回去了吧。我真的睡不着，我还想要你每一秒抱着我呢。真的戒不掉你的味道，谁让我承认了你的骄傲。我不想做你的猫，我要做你的猫，为你舔着伤口舔你的心跳。这个我就是买了杯子，我没有买，不是买水的时候送的，是买专门买去买了一个这个杯子，因为这杯子很大，杯子很大可以装好多水，然后正好又一杯的话就够我晚上直播的时候喝，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杯子。嘿嘿嘿嘿。
我很聪明的。直播的话多喝水，锦鲤桥，谢谢粉丝荧光棒。嗯，你那么大怎么长大的？吃面饼长大的？没有参考过啊？那你往哪里比呢？我意思就是这杯子很大，杯子特别大，可以喝好多水。遥远的他，哎，刚有人让我唱什么歌来着？我记性好差呀、啊。肉夹馍，肉夹馍是哪里的特色小吃来着？我们这里肉夹馍卖的不多，我们这边很多是卖那种梅菜扣肉饼比较多一点点。梅菜扣肉饼。玩笑，对我认真的笑，做你的猫。肉夹馍是西安的、啊。流浪几道，也要陪你天涯海角，做你的猫，一生做你的猫。习惯了情人视角，这里就不送掉。外面很冷死了，我今天白天出去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冷啊。难道是因为晚上降温了？我觉得白天不冷啊。白天一点都不冷啊。面好疼啊。这个要升调，不然我唱不了。升下调调。阳下海，噔噔噔噔噔。你不是说我都饿了？我不能吃，我要减肥。阴兮海海，告诉了朋友该，木兮呀青青，木兮青菜，木浪刚好一定无浪够白，那满生涯最那心我卡住在，为刚两刚报告胖，强杂报告短，阳菜就随波干，阳我胸太广，那边火家丢浪涛，花粗泡皮包，大概心后也随也高，随我的浪走，零星的的无情年的气头，木西呀馒头，木西清口，门光到头发拉有多巴布，几西不撒布，花一滴后，花一滴后，这火学的特别久。人心海海，也塑了朋友街，木西呀亲戚，木西亲菜，木浪刚好一定无路可摆，呀西呀呀醉，麦浪熊呀走高棒，来心都高赞，为刚两家把高棒两岁吧。我是不是唱错了？好像唱错了第二个。浪在浪走，阴兮的的和气在浪起头，木兮呀轻起，木兮轻口，梦光大道发来要黄高宝，几兮不撒宝，花一滴后，
就是选这个歌特地去听了一下闽南歌，听了好多遍。我一个牛将八个胖，双胞八个短，压菜煮水不加，阳光胸太宽，沙表后加流浪套，黄出沙比烧，打个信号，要谁要高，谁我的浪走，理性的蛋和气息那起头，我是亚豌豆，不是清口，梦光大豆，发了要浪高包，几时不撒包，花一流好。现在粉丝荧光棒，花一流好。这个歌比那个什么《爱情的骗子》那个歌要难一点点，《爱情的骗子》那个粤语特那个闽南语特别简单。嗯，这首英文歌真的是不对，这是闽南语的歌，哪里英文歌啊？你就听力有问题，你是不是听力有问题？点点呢？点点今天在睡觉呢，我不是把它放进来了，太讨厌了，老是叫，我让它在外面反思一下自己。反思自己，为什么我要，为什么我不让他进房间？因为他在餐厅的桌子底下拉大便，所以我就很生气。醉了，怎么有这种狗？特别生气我。两面比思过，点点跟瓜这种葱蒜姜都在锅里面。英语歌能听懂一部分，闽南语完全听不懂。闽南语就是很难啊，学的时候都觉得很难，何况你们听的人应该更难。什么呀？谢谢赞哦！我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买什么东西了？里面的送了一个就那种试用的，是睫毛膏吗？什么睫毛膏？不是黑色，是白色的。But you wanna fade away.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偷吹，没人在上班，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无关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有眼睛微笑，说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连着相见就牵，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多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
无关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说爱，心里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黏着相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谢谢大壮的冲压。十点了，谢谢明天会下雨吗的荧光棒。哦，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更要开始闪闪发亮，Hello， 晚上好。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我已经没有吧，第五次吧，应该是第五次吧。我今天晚上没有吃饭，我中午的时候吃的比较晚，我是两三点钟才吃的午饭，然后我早上有吃过早餐。这个叫一千零一个愿望，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有一新的受伤，有一天幸福总能能翅膀，那努力往前的飞翔。哦，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
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啊，踮起脚尖就会靠近阳光。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幸福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我许下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幸福是我的筹码。我只有一滴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我去把点点弄进来，把点点弄进来。冷不冷呀？你再给我倒个拉粑粑吧，我不再不带你。臭狗，我不能呀！风一脸风霜，在外面经历了寒风的吹是吧？他阳台上面那个笼子里面有那种毛毯，肯定不冷，因为它有毛，然后穿了衣服还有毛毯。我不冷呀，我是真的不冷呀。对啊，你要改过自新，知道吧？不要老是随便到处。故意你知道吗？你故意气我吗？你是你明知道我最讨我有洁癖的，你还在客厅拉排便便，太过分了吧？你也太过分了，小心我把你送给太监。
谢谢粉丝荧光棒。那能比吗？我闻自己的脚怎么了？你们这些人就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是老师说，老师好像就是你们天天在直播间看他，就觉得他啥事儿也不做，我就老是说老是弄他什么的。你们养个狗试一下，你们自己养狗试一下啊，每天自己去阳台铲屎啊，然后铲完之后发现他在家里拉了，你不生气吗？请你们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评论别人好吧，我觉得很过分吗？老是有人对人家指手画脚的。不要随和，是你们先说我的好不好？本来就应该让他设点，就是让他知道自己错了，不然他下次再在家里面拉怎么办？我又没有打他，也没有干嘛，我只是把他放在笼子里面让他浸死几过，然后没有理他而已，就是半天没有理他，就从下午开始吧，没有怎么理他。我觉得这个惩罚已经很轻了。要是我小时候我在家里随便随地大小便，你看我妈妈怎么打我？我爸爸不把我打死了。谢谢 NP 的粉丝荧光棒。哒哒哒哒哒，对啊，让他，你不可能，哎呀，看到他那样子做了，你还是就不管，就还说没事没事没事，然后下次再觉得，哎呀，我这次在家里拉屎了，他没有生气，那下次我就只在家里拉了，反正阳台有点冷，是吧？那就更过分了，天哪！